他一听说你得给他带女朋友来吧，前昨天三天就来了，再难找的皮子窝也难不住我好妹儿。今天带你们上青岛的这个香港珠路这边找一个好的个啤酒窝啊。妈说能送个板腿，这腿手指不板好。加工预多少钱走了？加工预20块钱。加工虾多少钱？猪猪10块钱。啊，10块20块的。他每天写在这个地方的都是他店里面的时令推荐菜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些菜你觉得就这种你觉得不能低估，自己打了他现在，也有回家的感觉。哎，这个酒大酒的姿势很飒。必须的。啊，别把裤子蹬裂了。蹬裂弹簧了。浙江舟山有一道名菜叫大唐黄鱼，我们青岛也有一个名菜叫国信大黄鱼，全是。青岛有个很厉害的叫国信集团，这个鱼做的厉害啊，很多很多做的这个鱼的这个汤吧是油水分离啊，你看它这个浑然一色，炖了这个鱼汤往上浇，浑然一色，浇给灵魂之子。它这个海岛渔村吧是青岛的一个老牌子了，它这现在名的厨师吧曾经在青岛的五星级酒店里面香格里拉，香格里拉主厨，香格里拉主厨在这让小店干。这真这么以前上这个海岛渔村这个店来吃个饭，来打卡，这就是外地游客，这是必须的。永远健康，永远快乐啊！怎么了？油门了也喝矿泉水？油门干了的炒不炒吧？十来斤儿。对啊。好了，我自己来上了，来，谢谢。看一个厨师水平吧，你就看这简单菜。炒个嘎啦了，炒个土豆丝了，就这种简单菜，把普通的菜炒的不普通。你怎么把你的这杯往人的杯子来倒？你这什么行为？这是人这个店里面这个小烤鱼肉，你也不给你弄啊？什么肉？这是鸭肉，很好吃啊。嗯，烤肉，烤的就是那种野劲儿，也不腌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吃这个东西的本来的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么你刚才喝着，你给我倒一杯吧。怎么我发现吧，每次哈酒吧，为了哈酒吧，老是打鸡鸡，谁哈多哈多，怎么老是发生在大明老师身上？不是你上次是不是？我怕乱。不是乱不乱？我现在吧，我为什么开的这个？现在有监控啊，有监不监？可以查，你知道吗？查了。我这个人吧，哎，我真的说奇怪哈，每次都发生在你身上，我是不大明白。俺喝的一天半了，一天喝的一天。哎，我怕乱了。也乱不了，有监控。你少喝了。你少喝了。而且话一碰杯半天不喝，意思。我不是话，一天都头红了哥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还唱老饭啊！他这是非常非常主流的，里面是什么哈？肉末、海肠、韭菜、大米饭。哎呀，你看，非常热闹的一个菜。哥，嗯，这个海肠老饭我吃了很多家，他们家这个海肠放最多了。嗯，放了很多海肠。你别上一家吧，你说些没良心的话。你这么说，你这个海肠老饭非常划算，你知道吧？哎。就这个，他这个海肠吧，是属于老根海肠。什么叫意思？就是又粗又大又厚，你知道吧？老根海肠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世界上一分钱一分货，我是那么说。我说这个不是大酒店去不起，而是比如跟你性价比。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一分钱一分货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它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但你在他弄个小店儿。他以这种小店的价格，你享受到了五星级大酒店厨师的这种服务，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干出来了，运营干出来了，肯定了。你打了哈酒，恰好在这个地方干菜了，这什么人？这是我跟你一块做年面，我试试吧，哈不进酒去。我跟人谁宝儿一块做一块弄哈进酒去。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哈酒很自。谁愿做都愿做年面。你过来做来。来，你过来来。你过来吧。端起杯来，哈一半再放下。我们叫拼。改了。哎，真是当众不勉为其难。被养鱼。你这养的是，你这养了大白啥子是？你这羊圈不大白啥子？